脸上呢最抢眼的就是我们的超惹火系列。哇，今天出席的媒体朋友们非常踊跃，我们请静雯满足每一台相机，好吧？我们从右边开始。Hello，Hello，Hi， 现场所有的媒体还有所有朋友，大家好，很开心在这边可以跟大家碰面。欢迎我们今天的超惹火女神贾静雯。当然，首先要先恭喜静雯入围了本届金钟奖的最佳女主角，请大家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谢谢。这次入围金钟，大家都觉得就是众望所归啊，然后就也没有得到更多的恭喜或者什么。真的很谢谢，因为说真的，我还是要讲，就是入行了这么多年，当然很开心，就是在自己的表演上被大家肯定。那我也说了，其实最高兴的就是我们的剧组，就是整个雨二，我觉得那个是让我很开心的入围了14项，我觉得那是一个我在里面觉得很有荣耀的事情。那有没有觉得哪一项没入围让你觉得特别可惜？没入围的都很可惜。那他们是老公有说什么？没有哎，他会觉得就是我们都还是蛮正常的，然后当然他也会很开心，就是跟我说一声恭喜，但没有什么特别表现。我们第二天还是照常早上去买菜，然后开始就是忙小孩。然后没有任何觉得好像有什么不一样，因为连我弟弟都问我说你有什么不一样，其实我说没有，我好忙哦，因为忙波妞一直在变 baby， 因为他现在弄了牙齿之后会变 baby， 一直变很幼稚的 baby， 对，真的，因为他不舒服，所以就开始很撒娇，会这样。所以老公在 IG 上面说要帮小测试。哦，有啊，已经有那天，哦，我要讲的很巧，就那天其实我们早就订了一个餐厅，是不是还完全。就是 Debus 的，我都完全不知道的，就是也是订正好订那一天，所以就当那天是庆功。那布布跟波妞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他们搞不清楚。我觉得他们太小了，我觉得那个他们听不懂，我就没有特别讲。但我大女儿有恭喜我。所以佩奇这一次有入围。对。刚刚有。刚刚我们两个都互相拥抱，然后互相说声恭喜，然后我们两个同时最开心的也都是剧组的这么多，就他们的努力都被大家看到。那接下来工作蛮难，到会不会有点体力负荷不了？所以我今天早上在工作前已经去做了2个小时的重训，我最近又开始很努力的运动，因为我觉得那个需要很多的体力跟状态呈现给大家。那你有没有